你早，今天是2018年4月26日星期四早上的8:15啊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昨天的中奖报告，恭喜各位，我们昨天台湾539中全车07。我拜托各位，你们语音听清楚，我们是用凹的，所以说你昨天凹过关1:4，然后正好啊中一车啊，中两车，那一车是输掉40的钱，一车就你的获利。那你现在重新开始的每个会员都是中第一次，再中两次你要给我啊，再中两次你要给我吃红，各位吃红1000块。会费呢各位也要缴啦，5月份呢、还有4天就过了，下个礼拜一就是最后一天啦、有没有放假我们也不知道。如果说你要提前，就请你在礼拜五啊、各位听清楚了，礼拜五最好，以前5月份会费赶快寄过来。新会员呢2000块赶快寄过来到台北邮局10707号信箱。新会员请注意，我们新会员免费赠送这4天啊，这现在还有4、5、6礼拜一啊，把握机会免费赠送4天啊，但是4天之内中3次你还是要给我吃红1000啊，赶快参加新会员，我们全部公开网络的啊，昨天中午就公开了啊，就中奖了。你以为下次我在澳牌还会公开？不会的，我会是到月底，一个月的月底，各位你再可以看得到了，没有到月底我不公开的啊。打电话到09790404992寄钱过来后参加我的 LINE 啊，我就寄资料给你。